是咱用一道。所以今仔日，咱今仔日嘞，咱所有的信徒来到这，大家你讲哦，讲咱违建，咱嘞是无立主楼，咱嘞天上圣母在这个地方中嘞，保护咱嘞，大家安尼嘞平安安全，这是最主要。啊，咱嘛不是讲无要走的。伊嘛破关落来啊，咱嘛承受啊，对无？咱只是暂时伫咧遐尔嘛，因为呢，咱爱找一个所在，找一个合法的所在，予咱的天上圣母伫咧遐来甲咱的保佑。但是今仔日完全无咧时间予咱，这是毋是土匪的行为？是。这是毋是造假的行为？所以咱今仔日。爱向伊打一个广告，好无？这边在考究你啦，落哪条啦，落样？啊，你负责你来安条，你都唔落啦。好啦，即马吼，咱搁十分钟予伊啦吼。